学历们，真不是我菜，我这好歹也是个准专家巡查员了，但愣是被官方给整迷糊了。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啊，下面这两倒霉蛋到底有没有违规啊？反正我真的是快栓 Q 了。首先第一位，模式是四排科学之轮，敌人刚从旁边的三层楼跳下来想偷袭，结果被这位大哥当场极限反杀。哦，少侠好枪法呀！这我啥也没说，但这起码呢可以确定这不是挂哥，对吧？接着重头戏就来了，敌人队友直接开着波波车杀了过来了，应该是想帮队友报仇，但这大哥呢见势不妙，一剑上车，然后他俩就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重点又来了，从官方的恶意组队打击公告可以看出，持枪同城蔡局啊即为恶意组队，但从这局的现场来看呢，这大哥并不是自己想上车的呀，这应该叫紧急避险吧。而且啊，最后这大哥也是被敌人给制裁了，这判有违规吧，我良心实在是有点过不去，但说他没违规呢，这不就违背了官方的规定呢？所以我觉得呀，罪魁祸首应该就是波波车，大家怎么看呢？第二个大哥呢，首先排除是挂的可能，就是有点小菜。哎，你俩这是达成什么交易了？不对呀。官方说的不同队伍玩家在攻击范围内不互相攻击即为恶意组队，这俩怎么说呢？说他们没有互相攻击吧，他们确实是开了枪，但要说他们互相攻击吧，他们却没打到人。哦，他俩搁这儿演二人转呢，估计对面是个刚玩的妹子，这大哥还想着和他组队，最后估计是看着妹子不同意，直接给他们了结了。不过有一段时间内啊，他们确实是没有互相攻击，所以小伙伴们，这又该怎么判呢？难道电子竞技菜真的是原罪吗？这我又不敢苟同。但这个大哥吧，可能是有两把马桶刷子吧。不是我说啊，你是我第一个看到开暴力挂还只敢躲在掩体后面打的。关键他还打不过呀。这边呢，我建议您找个班上或者找个科技补习班，开挂比分都拉不大，要你有何用呢？蓝队送出了，看看人家这里的团队大哥，哪个不是血裂仓库，打的敌人门都出不去。即将完胜比赛，比赛结束，红队获胜。